哈喽啊，大家好，你们之前的留言我都看了。不就是要帅吗？他开始疯狂叫响，安排第一步险上折甲。你在刷钱吗？涂那么多，我脸上有点不是很利的味道。接下来搞粉底液，然后再搞防水难受，立马纠正刚刚的错误。哎呀 ，OK， 上个定妆喷雾。那个风，那个风。切入正题，就像我卖过全新的礼物，修容，咋连盖子都没开明白，真担心你的技术呀。接下来我们就刷个小摄影，这幅墙板的手法我服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画个眉毛嘛。只能这个样子。我要画眼影，首先你要先知道这个眼影怎么开的。带你研究研究。一支烟比一支烟，你要带。OK， 他好像很满意。接下来我们换一把小刷子，好吧，刷一下这个。太眼睑的这个部位 ，OK， 感觉还不错啊。接下来我们就简简单单整个头发就完事了，好吧。嗯